Taoist teachings from the book of Liye Sư. part 4 of 4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given in Chinese on October 1st 1995 in Sihu, Taiwan or Formosa. Đại概那个观众啊 他有修道吗? 你看他那个度量啊, 他那个平天下的才华, 他那个柔软的婉转的那种对待国王那个方式啊, 一定有修行的人才能这样做, 诶? 所以我们想想, 啊, 那修行的人不一定不能参与政治呢? 如果有一个那么呆的, 好呆的那个我, 呆刚好那种国王啊, 我们就把他抓过来, 然后我们也跟他一起玩也不错, 诶, 我们记得上次我们谈那个管仲的时候, 就到他那个处事那种方式, 是真的第一流呢, 啊, 国, 看到国王很坏, 他也跟着坏, 不过他心不坏, 你懂吗? 他就随情况变改而已, 他自己知道他要什么, 啊，如果他一天到晚紧紧这样子，紧紧连连，然后一滴酒什么都不喝的，看那个女孩子就看鼻子的，啊，看他自己的鼻子的，那国王还舒服用他这方便吗？那个国王又吃又喝又玩又乐又什么坏都有，然后他这方便那呢，又高又贵又深又险，啊，你认为两个可以混在一起吗？ 不可能的啊，如果没有我死就是你死就对了啊，哎呀，那个竞争力太强了，是不是？哎，然后看都不一样嘛，是不是两个都是好像两个极端这样，一个是圣人，一个是怎么凡夫的啊，但没有人受得了了，何况国王呢？所以他看国王做什么，他也好像假装做一模一样，比国王还要糟糕了，所以他名誉都不好嘛。那个时候嘛，啊，他死了以后，没有人 那个奉他的那个什么孙子儿子什么好东西的，他没有留给他的家庭任何的名誉，所以不过他可以平天下，他可以治国的，国王都听他一去一点一点一抖都听他了，是不是？嗯，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怎么治国平天下，他知道怎么婉转的做事，他知道真人不露相， 会觉得他好了不起啊，中国都有几个这样子，我们就世界和平了啊。那我们一听他讲这样子，如果我们不懂的话会吓一跳啊，怎么一个国家的大臣啊讲话这个样子呢，叫人家吃喝玩乐，你爱干嘛就干嘛<笑>我们都知道哦啊，我们多数的爱的东西都不是好的<笑>所以不能说爱干嘛就干嘛，是不是？他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就是因为他讲的时候他知道他讲什么，而且这个听的人啊也是等级很高，知道他讲什么了，他才讲了，不是说随便跟谁讲这样他就懂呢。你跟那个 杀生肉酒鬼，魔鬼的人讲这样，他就继续做下去，伤害他的家庭了，是不是？哎，所以也不行了，嗯。不过当然他不会跟那些人讲话了，嗯，他这才华了，他的时间，他的元气，省下来给治国平天下，他不会浪费时间去管闲事吧，嗯。那现在他继续解释下去了。 解释给那个咽喉听应该怎么吃喝玩乐<笑>他说你这个耳朵如果想听音乐，然后不能听的话，那你就好像禁止你的听官哦，你怎么控制你的听官，控制了，控制你的听官，嗯，你的眼睛喜欢看那个美丽的东西， 然后不能看的话，那就是那个视官被控制了，鼻子很爱闻那种香味，嗯，然后不能闻的话，就这个就鼻冠被控制了，被锁冠，那个
嘴巴想讲那个对不对的事情啊，是非非的事情，然后又不能讲的话，那就这样子就是等于我们控制我们的头脑一样。嗯，然后我们的身体又喜欢吃好的东西，喜欢赚漂亮的衣服，肉又不如愿的话，那就我们控制我们整个身体了，控制我们整个。 那种习惯啊，喜欢，然后我们的心呢，想放下了，想那个，想放松了，啊，又没办法放松的话，就是我们控制我们的本心，这些控制的那种地方啊，就很像暴君一样。 暴君呐，啊，就像那种暴君的做法，很那个残暴就对了，意思说很独裁了。如果你离开这些暴主啊，那些独裁的、独尊的，那种什么概念呢、啊？然后你欢喜的活的你的生活，即使你活了一天呢、啊。 然后等死啊，不是一个月啊，不是一年呐、啊，或是十年呐、啊，然后你死啊，我一定也会甘心。那个人，我就说，一直说那个人，那个义务认为他是知道怎么养生的，怎么活的。任何人被这些暴君呐、啊，或是独尊独裁的控制的话，控制的话。 又没有办法，嗯，了脱，嗯，然后每天这样子，心的很担心的，每天时时刻刻都担心了。即使活了100年的话，或是1000年的话，即使10000年的话，那些人呢、啊，管义务也认为他不懂怎么活，他认为是死人。这个不是他一个人这样讲的。 他能这样子讲，表示说他真正的了解到你，不是看书的能讲这样那么清楚。我抱歉，我中文不大流利了。不过你们了解哈，嗯，修行有修行的人就会了解。有关这种活生生的人又是算死人的话，耶稣基督也有说嘛，嗯，有一次有一些徒弟什么来说他。 他要忙啊，回去要埋葬他什么，送什么人去坟墓有没有？然后他说：“哎呀，不要管他了，让死人去埋死人了。”意思是说那些人也没算什么。啊，活每天也是这样子，啊，每天也吃东西，然后就一样的事情，然后来吃，那等一下也死，然后又再来，这活就跟死一样，没什么新鲜，没什么那个动机，没什么高雅的目的。 生活就是平平这样子，像树木啊，像石头一样。还有那个 Krishna 有没有 ？Krishna， 他有一次也这样子这么说：“说你看那些人已经本来都死了，也许不是他们躺下来死的，不是躺在棺材里面死的，不过他们心呢、脑啊里面死了。他有头脑，不过没用。” 有心不过没感觉的，有五官不过没有应用的哈，没有吸收什么更神妙的东西，更高级的东西，更让我们的生活啊、越来越有智慧，越来越自在，越来越和平的东西。所以那些人 ，Krishna 耶稣还有管义务认为他们是死人。 你们同意吗？然后管义务啊，他就继续说：“我已经那个解释那个扬声法给你听啊，那个宋词法呢？你认为如何？大概这个烟瓶重啊，专门是弄棺材的。” 不是他专门那个弄那种仪式嘛，埋葬的那种仪式有没有？大概这样啊，这样一色哈，就是冰绿管什么那种。
社长，宾利馆的馆长，<笑>所以他说那送死的方法你认为如何呢？燕平仲就回答说，啊，那个送死法不重要啦，啊，有什么好谈呢？嗯，然后关于我，因为他大概很谦卑啦，啊，而且是为了要谈嘛，不是说。 那种单行道，就有我讲话，像哦这个样子，所以他就请那个人，其实这样子不重要，你认为不重，不过还是，请你说说给我听，我还是喜欢听。好，哎呀，这个管理员真的不可思议，他真的是谁他都挖出来啊，他这样人家来问他呢，他还让人家那么高兴回去啊。 终于还是讲到几句人了，他那连送死也没什么好意思，他也可以把人家挖出来，可以给人家讲了出来的，给人家高兴嘛。那燕平总一定回来的，永久不会忘记那个款义务的。不管以前已经尊重了，现在更尊重了，以前已经很那个仰慕，现在跟永久不忘了。除了那个燕平总啊，听他讲这样子，听他意思想听有兴趣啊。 对他的那种职业很有兴趣，他还蛮高兴的，赶快就念一大堆下去。<笑>不过他也很谦卑了，不是因为那个管义务这样子捧他，他就马上就鼻子长得很大了，没有没有，嗯，所以讲话也蛮稳重、蛮谦虚。他说：“我们死了以后，那个送死的那种仪式啊，哦，没办法属于我们了，我们没办法。” 没办法，那个共事了，嗯，所以，划葬也好，嗯，丢在河上面给它溜出去也好，那给它流走也好，埋在地下也好，或是怎么样，晒在树上也好，有吗？有晒在树上吗？有，有一些部落这样做，嗯，不讲了，不讲了。 我知道太多了，你们不应该知道的事情，<笑>哦，不讲那些恐怖，今天晚上会做噩梦，告诉你们了，<笑>不讲哈，我不讲那些风俗哈，这有一些部落，人家死了就把它挂在那个天花板上面哈，然后那个把针这样给那个油流出来，那个油流出来，他们擦脸啊什么的，擦头发的啊。 就这样的，好了，太多了，不讲了，不讲。对啊，你们吃猪也差不多嘛，是猪是牛也差不多，也是类似啊。不是用牛油擦东西吗？然后加油加东西吃吗？然后那个牛晒干，你就吃牛肝吗？牛肉干吗？然后猪肉干吗？不是一样吗？有什么不一样呢？类似呢，类似呢，人跟动物看起来类似啊。 就去看那个病历馆，然后因为病历馆那边我是看到人家开刀，也是看的是类似啊，也是红红的，水很多啊，流在那边，那骨头也是白白的。好了好了好了，我不恐吓你们，事实是这样子，我没恐吓啊，想一想就知道类似，很一样啊，一模一样，不差啊，嗯，就牛比人还要大一点而已，嗯，啊，然后他继续讲下去了。 他说买在地下也可以，晒干在空中也可以，不然的话用草啊把身体包起来，然后丢在某一些洞里面啊也可以，不然的话穿漂漂亮亮的衣服啊，很高级的衣服啊，然后穿装饰什么的哈，然后这人家盛在一个漂亮的那个。 宝贵的那个装饰的啊，棺材里面啊也是一样的，嗯，他说都一样了，都好，<笑>他的观念是这样，嗯，那个时候管义务啊，就跟那个宝叔牙说，大概那个生死两个道啊，我们两个都了解了。 两个意思说他和那个燕平仲那个了解了，他意思说他了解生了，燕平仲了解死了，他是客气了，他两个都了解了，听懂吗？啊，他好高干啊，这个人，<笑>你们都懂了哈。
哎，懂是懂啦，做了还是不一样啊。OK， 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懂了，就进了一步要做啊，要开放自己，要解脱自己的思想，不要被社会绑住太厉害啊。我们靠自己的直觉，靠自己的智慧，嗯、啊，我们认为什么不伤害到别人，对自己利益，对利别人，我们就做了，高兴就好。啊，因为我们修行为了要高兴快乐嘛，那、啊、每天那个每周连长的话，不管你得到什么等级，已经讲过了，是懊恼佛而已，是不是？啊，对，我忘记跟一个讲，有一个懊恼佛，一个诞生佛，一个结婚佛，有差吗？有差吗？啊，有吗？一个诞生佛，他死了就变怎么样？你们知道吗？啊，诞生的佛文呢，还是一样啊？哦，一个结婚了，他就跟太太一起相聚。然后一个懊恼佛，他死了以后变怎么样呢？还是懊恼佛的。嗯，我们人呢、啊，就有一种颠倒的做法。多数的人哈、啊，活的时候不怎么很在意怎么活的，死的时候弄得很隆重。事实上，只有一个身体躺在那边而已啊。那个时候，我们的人的身体跟那个牛的身体也没什么两样的。上次我们也听过一个故事，一个国王啊，他去常常去拜那些修行的人嘛。他看什么人，和尚那些，不是哪一个和尚他都拜了。那个时候他去拜释迦牟尼佛的和尚而已，因为他知道那些人都是开悟的，所以他拜下去。然后他那个大臣都很生气嘛，说你是堂堂一国之君呢、啊。啊，怎么每次都对那些那个乞丐的衣服也穿不足了，每天要去托钵了，那吃住又不够了，那种乞丐你要磕头下去呢？然后国王才叫他去卖那个动物头，动物头和那个人头，有没有？那动物头什么动物头都可以卖得出去，那个人的头卖不出去啊。然后这国王就问他为什么人头卖不出去啊？那个大臣就说，因为人头没质检呐、啊。就是人的头没办法做什么的，所以不值钱了，没人买。然后他的国王就问，那正的头呢？啊，是不是也一样不值钱吗？那个大臣不敢讲话，记得啊。后来是没办法，就要承认了。嗯，说我们死了以后，不管是你是国王，或是你是什么人呐、啊，你的身体死了也是一样。等一下还是动物来吃啊，昆虫来咬啊，然后还是跟时间呐、啊，啊那个什么，分裂这样子，然后就适当还是还回那个自然，啊，我们没办法保留它。当然有一些埃及的国王啊，是那些别的国家，他也有想办法用那个药啊什么啊。木乃伊啊，那当木乃伊哈，不过他还是跟以前不一样啊，身体还是跟以前不一样，也用不到什么地方。他除了用考古，啊，花好多钱了、啊，好多人力，好多时间，为了挖一个死了2000年以前拿回来放在那边好玩。有时候人在做事真的很奇怪的哈，啊，很多奇怪的事情，我们做很多奇怪的事情。然后一天到晚就说饿啊什么，这边不够钱啊，那边不够饭啊，那边灾难什么都没人管，他去管那些死人啊，哎呀动物啊，什么恐龙什么骨头都挖起来一清二楚、啊，付好多钱啊，还冒很多人的生命啊等等，还有冒很多那种发病的那种，那种冒险的那种，因为挖那些东西出来啊，有时候传染病以前啊，我们没办法现在医疗的。所以因为常常啊他们乱挖这样，我是跑到那种森林里面啊，就动到那种自然里面，还是砍森林啊什么的。所以现在我们有很多疾病啊，因为那种细菌啊，从那种森林里面啊，几千万年啊都没人动啊，我们也没有药可以医疗那种病，然后就随便挖带回来啊，所以有很多病啊我们现在没办法医疗。嗯，去考古也是类似的，很多事情很恐怖、啊、因为有一些坟墓里面呢、啊、它四周都放了个细菌啊，或是毒药的，为了要免那些去挖棺材啊拿钱啊
还是拿他们那个装饰品啊，很多珠宝在里面啊，所以那种那种坟墓啊，常常都有那个预防好的。当然，也许终于也会拿得到了，那最后一个全部死了，那最后那个也许细菌都抓别的了，然后扰他一个，也许他也可以拿出来，终于啊，不过还是对世界很有害啊。嗯，我们就是都颠倒就对了，嗯。 活的时候才是很重要，是不是？要补养身体哈，要做对身体好哈，要对社会好啊，对生活好啊，快乐高兴没有？嗯，要等死的时候，哇，啊，活的时候没人来看的，那死的时候，哇，整街都是，啊，竹晒交通啊什么的，啊，他死了，什么都叫来了，奇怪。然后杀了很多猪，很多牛什么的，他一个人吃不完了，当然都请客。 然后造很多杀生之业等等，在那个《地藏王经》里面有说了，如果我们死了，然后别人杀生为了我们，我们也是一样造业障。嗯，我是生小孩的时候，然后那个为了产母啊，为了产母那个杀生公什么神鬼的，那个妈妈和小孩也会受影响。 有时候受病啊什么的，不自然有病就不晓得为什么了，就是因为业障杀生的业障，所以妨碍到他们的母子啊健康。然后死的人被杀生供养的话，为了他们供养的话，那是妨碍到他们的自由，妨碍到他们那个早日解脱或是升更高的境界，福报会减小。所以有时候我们世界的人做事好意都害人家。 哎，没有研究好古代的人，很多，教我们很多方法，我们都不听了。我们都说我们是佛教徒的，不过不晓得《地藏王经》里面讲什么，什么里面都讲的。看那部《地藏王经》以后啊，那个连自己也不想吃，不敢吃，何况啊，在那边杀生为了别人，啊，都是说佛教徒的，什么人都是说佛教徒的。 大家想知道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是谁，不过不晓得他们讲一些什么，然后他们说的事情他们都不做，那何必说自己佛教徒呢？啊，比方说我是英文的学生呢，然后我老师叫我 A B C， 我也连 A B C 我也不念了，我就知道那个老师的名字而已，然后我一听到晚的时候我就是他的学生，这样行吗？这样对吗？有没有利益什么？对我有没有利益什么？当然没有啊，世界都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世界颠倒，活的时候没有找路走，哎，不知道我们那个家在哪里，我们死了去哪里，没人管。如果一个人他一天到晚走在路上哈，那他不知道他家在哪里，他不晓得等一下他回哪里去，你认为那个人是不是偷个拍的，是吗？那我们人也是这样啊，也是偷偷个拍的，<笑>在这个生活的路上一直走一直走，这样不晓得家在哪里。 啊，死的时候就说我们回家，回哪里家呢？活了不知道，死怎么知道？<笑>世界做事都很颠倒啊！活的时候没有照顾好，那、啊、死了就抓那个坟墓那里，那里不是我们的家呢？啊？因为那个坟墓也不是永久啊，等一下打仗啊，或是什么地震啊，什么连坟墓也不见了，然后你家在哪里呢？比方说这样子，是不是？啊，万一你找不到一块好的地呢？ 啊，万一整个，世界都死，然后没有地可以买账呢？哦，奇怪啊，我们死了那么多，怎么还是有地啊？奇怪，我有时候觉得很担心啊，因为我看台湾的地小嘛，懂不懂？然后每个人都去找那个什么林地啊，什么龙穴什么的，我担心死了，我说轮到我的时候。<笑> 我还是年轻轻的呢，大家都找好了，轮到我怎么办呢？<笑>我又不好意思抓那个总统府旁边那个，<笑>那个大概地理很好吧？啊，嗯，OK， 那大家都找个好的地理的话，那活的人跑哪里去呢？真的我担心呢，等一下，难怪房子越来越贵啊，地越来越糟糕啊，连我们西湖这边现在也很难买地啊。 本来以前这边的鸟不生蛋的，没人要的，是不是？哎，什么一甲地
三十万的没人要买的，现在变成说好贵，好几倍，不想卖给谁啊？只有我们在这里而已，因为我们这几天才来一次，你们要不要买地啊？不要嘛，一个礼拜来一次，何必嘛？让师傅买就好了。哎呀，告诉你，我们来了以后，这边才比较兴隆一点，不然这边没什么，以前路灯也没有。 OK， 知道了哈，知道世界颠倒了哈，那你们现在头翻过来打坐，<笑><笑>你们不要这样坐了，平常就好了，坐在屁股上面比较安稳了，大家打坐吧。